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所以一年365天都会有大大小小的节目和庆典。虽然槟城是一个小岛，但是凡是有庆典，一定会是人山人海。大宝神节，赖不顺。是他没有人庆祝的节日，但是很多华人也会在当天拿到祭品供奉印度神还愿。马来西亚槟城的大宝生活动，信徒们会护送摩鲁根神脸从一座印度神庙游行到另一座印度神庙进行祈祷和献祭，并借此表示对神明忠贞不移的信仰，祈求神明的赐福。一般上队伍会在早上5点开始从小印度出发，沿途经过古甘丹、柴鹿头、海基新罗、桃雕罗、甘玛回、西方路，最终的目的是以瀑布路的山顶战神庙。如果你们想要来布圣，会非常的热闹、震撼，甚至你会情不自禁的和这些信徒们一起摔椰子，跳起舞来。参加这个大宝神节日的话呢，大概早上10点就可以在达杜克拉马路甘阿提等待，那是最多人摔椰子的地方，也是拍照好地方。当然你看了这个，今天我画的就是戴布顺大宝生庆典。那个气氛，那个热闹，虽然很凌乱，但是那个节日真的是让大家热血澎湃。